大家好，这里是一二水族。今天我在刷视频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了这个视频，两条鳄鱼待在了这个鱼堆里面。看上去这个好像是黑鱼吧，也只有黑鱼或者鲶鱼之类的，在这样的环境下面，它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。此时此刻的鳄鱼就好比是猪八戒堆在了米山和面山的面前，好像老母鸡直接站在了小麦的大垛上面。但是整个荷塘确实快要干了。这样的好日子，他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，鳄鱼不是鱼，它是下蛋的。好了，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，拜拜。